今天，中储粮打造的惠三农手机预约卖粮系统正式上线，农户可以在手机上输入粮食品种、重量以及运输车辆等信息，预约售粮时间。在预约日当天，系统自动开始为其排号，确保了在预约当日完成卖粮，有效解决农户卖粮难的问题。据悉，该系统计划在秋粮收购前及9月27号左右，在全国近万家库点全面推广。